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我们上一次学习到泛爱众，最后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持而宽，是福人心不懒，礼福人方无言。我们处在尊位，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尊贵，不是因为身份而尊贵。那这个老人家对待学生对待服务的同修都是非常和气柔软像在老和尚的身教当中有提到有一位同修是帮老和尚开车那可能到某一个路段的时候他可能是要稍微减速但是踩错了踩成油门了那突然那个车就加速了所有的人都感受到过山车的那个感觉了这个开车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他当下的心情非常紧张帮老和尚开车居然出这样的情况他当场就赶紧跟老和尚道歉了结果老和尚笑着跟他说这个快有快的感觉当场全车的人都笑了他那个紧张的情绪就放松了这个老和尚随时就是能体恤人家的心情给人家台阶下我们古人特别强调要厚道处事要厚道不给人压力不给人难堪而且都还带有幽默也想起这个弘一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朋友去找他迟到一分钟他就骂对方骂完之后门关起来也不让他再进来了后来出家了到晚年呢人家给他煮东西煮的有点咸煮的人很不好意思说大师这个有一点咸他说咸的好有时候煮淡了又不好意思跟他讲不好道跟他道歉淡的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大修行人他可能本来很有性格很有棱角那真的修的过程呢棱棱角角都磨掉了所谓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我想老和尚讲经当中这一句话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这也是对我们的启勉我们要行菩萨道嘛而且我们现在是在老师这个角色在教育界行菩萨道所以怎么样柔和直直摄身德摄受众生
这个是菩萨士德啊。啊，我们每天教学现况有很多境界啊，随那个缘呢、啊，妙用啊，啊，不发脾气才妙得起来啊，啊，一带情绪啊就不妙了。所以我们平常要念佛啊，突然学生呢啊搞一个名堂出来的时候啊，啊这个时候佛号才能提得起来啊，啊提醒自己不能起情绪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然后你再去处理啊就妙了啊，这一件事啊就自己在这个事就提升了，就自受用了哦，然后呢？学生一看，哎呀，老师今天居然没有发脾气了啊！刮目相看，就他受用，哎，啊，随缘妙用无方者啊，没有一定的方法啊，这个不能套公式的啊，因为每天的情境都有不同的因缘状态。哦，当然，威仪住持有则德啊，身教在先啊，啊，再来是言教柔和直直摄身德啊，但言语还是要柔和啊，我们随时要以孔子为榜样啊，温良啊，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好，那我们这个菩萨道就积功累德哦。好，啊，我们接下来是这个亲人啊，啊，我们跟大家也常常谈到啊，教育啊，哎，我们大分了三个部分啊，身教。言教，哎，还有境教，啊，环境给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啊，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啊，孟母三迁，那个就是整个环境的影响，哦，还像这个，啊，洪明，啊，学校。哦，他们学校里面有孔子像啊。哦，那学生一进门啊，都很自然啊，就跟孔子爷爷敬礼了啊。啊，那种氛围，我想大家都很自然的啊，看到孔子像就行礼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啊，第六个。部分呢是亲人啊，亲近善知识，亲近仁德之人呢，哦，比方我们学校当中，啊，哎，都有老和尚的法语，哦，都有这些儒释道圣哲的法语，哎，那它就是一种敬教，哎，亲近这些。古圣先贤，啊啊，当然有时候可以换啊，啊，这个换一下啊，啊，然后再换回来也可以啊，那叫复习复习，哎，但是那种氛围，啊，就有形成了，哦，包含我们老师的身教，哎，自己也是不断在。亲人，哦，哎，像这个当老师的，哎，自己一有时间呢，就听经，就看书，啊，时间都没有再浪费，哎，那孩子，其实孩子都会很关注老师的啊，哎，那无形就给他一个带动了，啊，这是身教。哎，那在我们课程当中，或者每天发生的事情当中，啊，
我们又能带出圣贤人的榜样出来，那这个言教也是亲人的。你比方说教师节，那要强调尊师啊。那比方岳飞，这抗金名将，这个一代忠臣呢，他非常尊重老师，他的老师叫周同，老师去世了，这个岳飞啊，初一十五，都到老师的坟前呢祭拜，而且每一次啊，都痛哭，对老师的情谊啊非常深。然后每一次呢，都要在老师面前呢，射三支箭，而且那个弓啊是老师送给他的，300斤的弓，代表什么？不忘老师的教导。你看这个是古人榜样出来了。假如我们这个所讲到的一些内容，我们马上能有相应的历史人物出现呢，那这个言教当中的亲人呢，就很有味道了。那当然呢，这一些圣哲人呢，我们随时可以信手拈来啊。那可能也要我们常常在效法他们，我们才会娓娓道来啊。我们假如心中都没有这些圣哲人呢，那要很自然的就带出来，这个也不容易了。当时我看到这个岳飞这个例子啊，也很受触动。因为啊，自己感觉自己很没有根呢，那个成长过程，这个孝根不足，这成长过程也是，很多玩乐啊，包含那大学回来了都出去找朋友啊，都不是很好的陪伴父母啊。这个根就很不足了，尊师这个根也不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根再往下扎得更深呢？那可能就要效法这些圣哲人了。像这个岳飞的做法，那我们初一十五，祭拜老和尚，然后呢，能够啊，将他一篇教诲，我们在他老人家面前呢读诵一次，其实古人这些精神呢，在我们现前都能身体力行，这样我们才不会把老和尚的教诲给忘记了。我们自己啊，真的要落实这些教诲啊，现在都有配套做法。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就会往后退了。我们可以勘验勘验，自我检查，自我勘验，
修行的路上啊，师父领进门了，修行要靠个人，没有人给我们发考卷的，我们得自己检查，哎，我们自己的状态。哦，哎，那老人家圆寂啊，一年半左右了，哎，哎，我们对他老人家教诲啊，是越来越深入，还是感觉上有点提不起来了？哎，这个只有自己检查了。哎，如何让老和尚的教诲，哎，能够更入我们的心，而不是越来越疏远掉了？哦，那这个得要有具体的做法哦。哦，我们不能说我有那个心就好了。哇，我们现在心假如没有具体的做法，这个心容易退哦。哦，你说哎呀，反正我有行善的心呢，我们假如不下功过格的功夫啊，这个行善的心能够不断向上提升吗？啊，古人尚且都要下这个功夫，他才能把行善呢变成一种很自然的习惯，行为的反射。哦，而我们看了凡先生，他也说他时而勉强哦，终则泰然。他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得要推着自己。主动去行善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很自然了。哦，像孝亲的根啊，在三国时代啊，三国魏蜀吴啊，吴国有一个读书人啊，叫顾悌啊，这个故事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编》都有。哦，我们这个明年呢开春啊，我们就一起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尤其汇编里面很多故事啊，哎，真的是我们能很好的亲人呐。哦，有时候看着那个故事，哦，都看着看着都会流眼泪啊，哦，那是很佩服的眼泪啊。哎，这些圣哲人心地怎么这么柔软？哦，好像这个顾悌啊，他在外当官呢，啊，接到父亲的信的大人哦，啊，接到父亲的信呢，他都跪着看，啊，就好像父亲在面前一样。然后啊，读着读着，啊，假如是他父亲吩咐的事啊，他读读读，然后读到那就，是的，父亲啊，就好像父亲真的是在面前给他交代事情。哦，我看到这些部分，我都觉得，这假如不这么练呢，这个孝亲这个恭敬心啊，要提升，不是那么容易啊。哦，有一个学生呢，哦，他就下了个决心啊，哦，这个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啊，啊，这个晨省昏定啊，他又不在父母身边，在外求学啊，但是他要克服啊，他就打电话关心啊，他就贯彻了三个月。哎，他有一个收获啊。他说啊，他现在常常都能想到父母，
以前是偶尔想到，哦，所以，哎，一句经文就是一个生活的细节。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慢慢慢慢把父母放在心上了。哦，所以你看，佛法讲理事结合，理事圆融。啊，我们谈哎，孝道很重要啊，夫孝德之本也。哎，这个理开完了，假如没有具体的事去做啊，这个孝心可不可以生根呢？生扎呢？哦，哎，这个同学已经20多岁了，哎，他真正自己去做了。在3个月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当然我相信啊，他常常能想起父母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是很愉悦的了。哦，因为这是跟性德相应了。哦，好。哦，所以这个每个主题啊，哎，甚至于每一句《弟子规》的经文呢，哎，我们都是从敬教、身教、言教啊，这个多管齐下啊，来带动学生呢，哦，相信这个学生啊，他就看到活的《弟子规》了。哦，所以老和尚也是讲过啊，哎，《弟子规》啊，是父母长辈啊，当然在学校就变成校长老师啊，啊，做给学生看的啊，做给孩子看的，哦，他潜移默化就学到了。嗯，好，那我们看啊经文啊，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啊，同样都是人呢，这个类别啊，却不一定整齐了。啊，那一般说呢，啊，跟着潮流走的俗人呢，占大部分。哦，哎，能够不随波逐流啊，不容易了。啊，仁者稀啊，仁德的人呢，相对是比较少了。哦，那我们读到这里啊，流俗众啊，哎，请问现在社会的风气有没有在影响自己？或者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受到哪些风气的影响？这个我们当老师也要观察。比方说我念初中的时候，同学会想干嘛？哎，有的同学学抽烟哦。哎，哎，老师也抽烟，那你说这个好不好？叫他不要抽烟。好，哎，现在一看，啊，我印象很深呢。啊，现在只要啊坐捷运、坐公共运输工具，一上去。清一色啊，所有的人都是低头族啊，啊，都在看手机呀，啊，这都是风俗哦，风气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呢，不要随这个潮流去走啊，怎么办？啊，那。所以我们当老师就
以身作则喽。好，不然这个只要一下课了啊，老师都在看手机，甚至于上课的时候上一半拿手机起来看。我有印象哦，我们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啊，有一阵子的股票啊炒得很热啊，老师上到一半呢还去了解一下股市状况啊。这个都留在我们印象里面了。好，所以这些风俗啊，孩子受影响啊，有时候就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啊，所以老师的风范呢很重要啊。好，你包含我们的穿着种种用度，让学生觉得老师很节俭，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啊。这个我都有遇过，那个当母亲的人呢，孩子太会花钱了，他太痛苦了，都曾经自杀过了，脊椎摔得都出问题了，那孩子都不能体恤他，花钱很挥霍，他很痛苦，所以这种风气呀。我们孩子们有时候你说生他们的气啊，换另外一个角度啊，他们的挑战真的很大，现在外在风气不好啊，让他可以感受到老师很节俭，但是非常整洁朴素啊，又很有威严，不然你老师都是穿名牌的哦，还给孩子炫耀，那就麻烦了。好，古仁者啊，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一个真正的仁者，他有一种道德的威严。所以大家自然会敬畏他。这种威严不是强势出来的哦。所以有道德之威，有报察之威，有狂妄之威。有道德了，人家一看肃然起敬了。这个报察是呢，很严苛，苛责于人，苛察于人，所以学生感受到那种气氛呢，就很怕，这个叫报察之威，道德之威啊，沉乎安强，这个班级很安定，学生都。效法老师啊，都一直在进步了，这个班级也会强盛起来了。报察之威啊，沉乎微弱。假如那个气氛就是很苛察，每一个人进了教室都很紧张啊，那他身心当然是微弱了。那狂妄之威啊，那称呼灭亡了，太狂妄了，你看古代那个夏桀，搞得民不聊生了，然后这个臣子给他谏言了，您继续这样啊，这个会被推翻，会倒掉的，这个夏桀说。太阳会倒吗？结果这个话传到老百姓那里了，
老百姓说：“太阳什么时候早啊？”啊，四日和尚啊，啊，吾与汝偕王啊，就是我跟他拼了。这他太狂妄了，那最后就是灭亡了。好，所以，古人这几句话，对我们当父母老师的，那我的威是哪一种威啊？古人有说啊，这个威不足啊，则多怒；信不足啊，则多言；虑不足啊，事不足则多虑；见事不足啊，我们遇到事的时候啊，考虑东，考虑西，很没有信心的，所以要积累人生的见识，多请教别人呢，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就比较笃定，心里有底，当然胸中也有惊叫的话呢，那处理事还是比较有底呀，信不足了，比方说。这个感觉好像别人不够信任自己了，话就会讲很多。好像要借由话呢，好像去说服别人来相信自己。其实有时候这样呢，会适得其反。其实日久见人心啊，更重要的不再用话去讲，要看我们。实际的做出来的成人的世界，人们不是看你说什么，看你做什么，但是古人分析这个，把人心的状况啊，分析的挺到位的，这也可以用在啊，我们关照自己还有护念别人，因为透过这些句子，我们可以感觉他心里的状态，知其心，才能，当然要首先要知自己的心了，才能更好的护念自己；知别人的心啊，好护念别人。我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啊，我都有想到啊自己的状况啊，比方说啊，看别人的眼神啊，好像不够信任我啊，我就话就一直讲，一直讲。其实那当下的那个心就很强求，很不安，很期望别人的肯定啊，再来是威不足则多怒，你威严不足啊，可能孩子学生呢啊，就你比较受受不了了。然后自己就讲话就提高八度了，就发个脾气了，好像这样比较有威严了。其实有时候你一发脾气反而适得其反了。所以这个威啊，这里果仁者人多畏啊，这种道德之威啊，有摄受力。而这个仁者的言语啊，说话不会故意呢，隐晦，扭曲事实，他无欲则刚啊，他不用去隐晦什么，色不昧啊，脸色态度啊，不会故意啊要去谄媚。他人，那人轻人无限好，得日静过日少，不轻人无限害，小人静百事坏，
啊，能够清净仁者啊，向他学习啊，就会得到无限的好处，无限好。比方说啊，我们清净老和尚，我们形成一个态度啊，我要考虑事的时候啊，想想老和尚会怎么考虑啊，我要讲话的时候呢，我思维老和尚会怎么说啊，我要做事了，老和尚会怎么做。好，那请问大家能得什么好处？哦，那这个好处就多了。哎，什么时候再得好处啊？随时随地再得好处了。啊，所以无限好哦。哦，而且这么去做了，哎，可以得日进哦。哎，得日进，过日少。啊，请教大家呢，假如养成这样的态度啊，跟老和尚学习啊，养成这样的态度啊，每天可不可以进步1%？哦，可以吧？啊，哦，而且你一言一行啊，都有老和尚的法呢。啊，那一天我们一个同仁啊，发了一个数学数字啊过来啊，就每天进步1%啊，那一年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啊？哎，这个数学不是太难哈，啊，不过我感觉现在一谈起数学好像很遥远，会有一点紧张，太远了哈，啊。1%，那就是1.01嘛。哦，啊，你每天进步1%，那不就是1.01乘1.01乘了365嘛，是吧？好，哦，那1.01的365次方等于多少？37.38。哦，你看每天进步1%哦，一年下来哦，大变一个活人哦，哦，好，哎，又有另外一个数字啊，哎，学如逆水行舟嘛，不是往前会往后退哦，好，每天退步1%，啊，一年会退成什么样子呢？0.99的365次方，啊，是0.03，哇，那不知道退成什么样子去了。哦，哦，所以我们养成这个态度重要了。哦，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啊，老和尚的身教言教啊，哎，我们也不虚于离也。啊，那无限好了。啊，那可能3个月、6个月呀，啊，你的亲戚朋友就看到你，哎，我觉得你有点不一样了，哦，啊，气质都不一样了。啊，谈到工作，哎，老和尚有教导我们，现在工作实则啊。诸位老师啊，我们在课程里面有没有学习过现在工作实则啊？我看你们的头都没有动啊。好，这个时候我不能说我有讲过了啊，这个不对啊，应该告诉自己啊，
还没有21次啊，科学家说21次才记得住啊。好，你看老和尚教的够仔细吧？啊，我们课程里面有分享过哈，啊，德行言语应当学，是吧？哎，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宽容乃是智慧。好，那个老和尚指导的很细致哈，工作使者哈，工作使者蛮好记的啊，我是这么记的，提供大家参考啊。这个脖子以上啊有4点，啊，更厉害的是这个嘴巴有3点，啊。叫微笑露一点，所以大家进校门、进教室啊，工作使者啊，面带微笑，说话轻一点。哎，诸位老师，你们小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师的声音吓过？啊，我是有被吓过。说话轻一点，这个嘴巴甜一点，多给学生肯定嘛，少说批评的话，这个多说鼓励的话。批评造成隔阂，鼓励激发潜能啊，你看这个言语心境，这个一念之间呢，产生的效果还是很大。不只是要肯定学生啊，看到领导啊，看到同事啊，随喜功德，称赞如来啊！这个普贤行，不可须臾离也啊！还有一个是脑筋活一点，做事不能太死板啊，活学活用啊！这个蛮好记的吧啊？脖子以上记4点，接下来几点都很好记的啊，大跟小，多跟少，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这个做事多一点，理由少一点，不难记吧哈，这个随时在工作当中都可以对照，行动快一点，不能拖拉拉的，效率高一点，做事也是经一事长一智，越做越有经验，越有效率了。好，所以这个能亲人无限好，我们能时时想着老和尚怎么说啊，怎么做啊，怎么想啊，他老人家随时在加持自己了。所以密宗说三根本呢，一个是成就的根本是本尊，我们净土宗是密教显说，我们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还有一个是事业的根本呢，是护法，像我们做传统文化的，护法往往是广大的群众在支持我们，我们常常想到啊，哎呀，不能辜负大众的苦心呢，信任。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在庐江，那时候有一次刚好，看到大众拿捐款来，已经走了，同仁还在那里整理呀、啊，哇，那个捐款里面有一角的，有五角的，那纸币呀、啊，看得很感动啊。看到那个纸币，看到什么？看到老百姓啊，他没什么钱呢、啊，但是他很全力在支持你呀、啊。我一记得有一次，这个重阳节啊，我们有办一个敬老的晚会啊，当时来了3000多人呢、啊，那整条镇里面的街道啊。都是人了、啊，好、哦，结果因为我有上台呀、啊，讲了一下话，结果隔天呢、啊，我住的门口啊，人家拿了一大锅哈、啊，这不能用锅了，一大盆呢、啊，那个盆子很大。的鸡蛋来了，他们说昨天看那个蔡老师太瘦了啊，给他补一补啊。当地百姓啊，哦，很热情啊。哦，后来在马来西亚啊，承德2009年到2016年在马来西亚，后来2016年去了英国汉学院了。有一次也是在接待处，来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是她的，好像是孙子啊，把她推来了，她说这个老法师啊在办学，所以这个我奶奶，把她一生全部积蓄啊都要拿来捐。我看到那个桌上啊，那个硬币啊，一叠一叠的、啊，可能是他的珠公里面存的了。那是真的是终身难忘的情景。他不是很多钱哦，可是他是请所有在支持。所以这个是护法恩啊，事业的根本。护法，还有是加持的根本，就是上师，就是我们一直的老师，所以老和尚是我们一直的老师了，我们念念不忘他的教诲啊，他就随时在加持我们。好，讲到这里，你们头皮有没有一点发麻？没有是吧？没有也没关系啊，代表你们是很好的学生啊，老和尚不用提醒你啊，你就听话的啊，是吧？你假如有麻麻的，也不要着相啊，不能上一次有点麻，这次怎么不麻了啊？不能着相啊，这个佛法强调离相啊。般若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因为你一着相啊，好的境界都变了，坏的了。所以老和尚有说啊，任何境界你不执着，都是好境界。好哦，所以这个感应不可思议啊。你真的思维老和尚教诲啊，这个加持就到了。那这个我们年轻人无限好了啊，自己的品德啊自然进步，德日进啊，过错啊跟着减少了。
那如果不肯清净仁者啊，啊，无形中啊就会产生许多坏处了。啊，古人有说啊，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我自己的测试啊，撑不到三天。啊，你一天不听经啊，隔天烦恼就增加不少。烦恼一增加，我们就做不了主了，念头言行啊，做不了主了。哦，那个坏处就很多了。啊，尤其你看言语，自己不安定了，那个言语一出去是收不回来了。哎，一言既出，驷马就难追了。哦，那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诱惑比100年前呢，我看多100倍啊，都不止啊。哦，所以不清人呢，哦，不清净善知识的经教了，我们的正念就守不住了。人的正气烧不足啊，邪就可以干扰他了。稍微不足，哎，我们自己感受感受啊，啊，我们的正念稍微不足啊，哎，就开始滑手机了。哦，一下子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滑掉了。哦，所以，而且你看着那个东西呀，里面的内容又种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都在影响自己。哦，那这样越看呢，正念就越没有了。哦，所以这个小人境啊，啊，你所看的这些东西，有杀盗淫妄的，就给自己不好的影响了。哦，包含现在这个在利欲当中的人很多啊，啊，那我们正念一没有了，就感召这些这样的人过来了，啊，那就小人静了，趁虚而入了，啊，围绕在身边了，那就百事坏了。可能就跟着一起堕落了。好，好，那这个我们进一步啊，再探讨一下啊，每一句再探讨一下。啊，同是人类不齐啊，流俗众仁者稀啊，因为啊，大众呢品类很多啊，不管呢。贫富贵贱呢，贤或者不孝，首先我们一律心存恭敬，爱护，我们也是在这个境界练平等心，但是也要能分辨呢，谁是真正的仁者。啊，仁德的人，啊，自己也要会分辨，才懂得清净，啊，懂得向他学习，啊，人只要没有老师了，啊，没有清净的对象了，那他要不退步都难了。那佛留了一句话哦，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假如他不会判断的话，那现在邪的比正的多。邪师说法代表什么？
他的身份也是老师哦，在讲法哦，但他是邪的，那代表邪的比正的多很多哦，恒河沙那不好算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啊教学生判断什么是仁者？那我们自己也有亲戚朋友，那亲戚朋友会判断了吗？怎样才是善知识？假如我们的亲戚朋友不会判断，有没有可能就被邪的给拉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学的东西是刻不容缓哦，可你身边就有急需的人哦，你不分享给他了，他可能出了状况，都说不定了。所以我们学习啊，不能只有为自己学哦，为所有亲戚朋友，跟为对我自己有跟我自己有缘的人学呀。我们自己在教书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做人做事重要的道理啊，自己早一天明白啊，就可以教给学生了。那就会比较主动鞭策自己呀，要多听经啊，多学呀。那学生就早得利益了。那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真正的仁者不会标新立异。我记得有听老和尚说了，说讲经的时候说，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现在好像都变得要哗众取宠了，标新立异了。那这个仁者应该是存心仁厚啊，行为端正的，不会这么做。而且孔子也说啊，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一种判断了。一个人说话，都是故意在言辞上，修饰得很巧妙，巧言。吝啬呢，是脸色显得格外的恭敬，很刻意的。那这样是很少有人心的。他那个脸色都有一种谄媚的味道，那是鲜矣仁的。而且这样的人，他功夫不是下在心上了，功夫下在言语跟表情上面的。所以这个《礼记》啊，也是说了，礼不忘乐人，就是君子呢不会随便的取悦于他人，不会刻意表情啊言语啊要去讨好别人，那个这些句子教我们判断了。像老和尚常常提的，沉静谦和，有德行的人真诚恭敬，谦虚和气，谦的话他就不会自我标榜了。最近有听到
啊，有一个在教学的人呢，啊，听他教学的还不少哦，啊，他跟人家说啊，哎，他听到一个声音啊，啊，说他拿到往生的把握了。哎，结果讲了之后，好多人就很崇拜他。哦，所以觉得最近觉得这个《金刚经》很重要，《金刚经》讲般若啊，般若是有智慧啊，般若为眼啊，般若为导啊，五度如盲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没有般若的时候啊，也不是般若蜜哦，不能了生死哦，只是福而已哦。你有般若蜜了，那就是功德了。生死大事啊，福不能救。你五度再做的再多啊，你没有般若智慧了，那只是轮回的福报而已了，哦，所以这个修行啊，这个般若很重要啊，啊，即相离相，即相就是在境界当中，但是不能着相，着相就生烦恼了，啊，我们去感受感受啊，一往外看这个人，想这个事。烦恼就上来了，哦，所以要懂得离相，啊，老和尚常说的，不放在心上，啊，心上就放阿弥陀佛，啊，哎，不然心上放一大堆人啊事啊，那只有烦恼做主了，啊，本有的智慧啊用不出来了。哦，所以即相离相很重要啊，我们都是在工作当中练的。嗯，那《金刚经》有说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见东西、听东西都不能着。你一着了，可能就很容易入邪道了。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哎，只要有着相了，那我们的如来本性啊，就被障碍住了。哦，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可以让我们判断自己修学或者判断别人的状况。哦，不然呢？一听激动了，都没有经教啊，来判断。哦，说啊，我已经成佛了。哎，《金刚经》里面有说啊，啊，佛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对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做四念，我是离欲阿罗汉。我若做四念，世尊则不说我是药阿兰那行者。我不做四念，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才对呀。你有个我成佛了，那就着相了。啊，那这个例子是说阿罗汉的，一个阿罗汉说我是阿罗汉，那他不是阿罗汉了。哦，那佛也是一样啊。哦，你看有一个公案吧，啊，那个好像有人去找广清老和尚，啊，那老人家都在定中啊，啊，打坐。啊，结果有一个人来了，
老和尚啊，您在打坐啊？哦，广清老和尚说，哦，哎，你讲我在打坐，我才想，我才知道我在打坐。哦，那广老没有那个相嘛，是吧？人家没有起心动念，是你讲了哦，他说哦在打坐，人家没有那些念头啊。我来看一下虚云老和尚，啊，这遇到迎面有人来了，啊，提着灯笼，啊，哦，然后对面的说：“老和尚啊，天那么黑了，你怎么没有打灯呢？”结果一传来，哦，天黑了，啊，马上暗下来，哦，不然虚云老和尚人家没有起念头啊，还是一片光明的。对面来了人给他一讲，天才变黑了。哦，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还是很重要啊。哦，我自己对《金刚经》第一个很深的印象啊，哦，就是我还没有读这些经的时候啊，刚好那时候去参加一些这个教师培训，啊，因为台湾有规定嘛，啊，哎，你一年啊，比方说要参加这些课程多少个小时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规定了，啊，在我那个年代啊，不是，啊，我教书那个时候啊，哎，结果我去参加啊，我记得那一次坐火车去参加了，啊，在火车上啊。听到很多长辈说谁谁谁是我度的，谁谁谁是我度的。我当时听啊，哎，我也佛法 还不是很懂啊，我只觉得那个听的那个场啊，就是他讲出来那种磁场啊，说不上来，有点怪啊。后来啊，我第一次读《金刚经》啊，哎，我就有一点感触了。因为《金刚经》里面呢，佛陀说啊，我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佛假如说我有度众生呢，那佛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尤其这里佛都说他没度众生呢，那我们。谁谁谁我度的，谁谁谁我度的，哦，那这个就太走向了，哦，你看《了凡四训》也是强调三轮体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思之物，这样心才能清净啊。所以这些着相的说法。心都不清净了，所以这些般若智慧啊，我们还是要懂一点，才能护念好自己啊，才能判断，尤其是要判断老师啊，你要依此学习的老师啊，你一给带偏掉了，那就麻烦了。而且承德的观察，这个老师偏邪了，都得魔加持，所以跟着学的人呢，学了之后状态真的都受很大的干扰。哦，我们都听老和尚讲过了，你看魔王，他要破法。佛陀说了，这个法是正法，你破不了。啊，这魔王说了，等你的法弱了，在末法时期，啊，我遣魔子魔孙，穿你的袈裟，破你的法。我们现在处在末法第二个1000年了，出家在家弘法的人。
正念稍不足，魔王就趁虚而入了。他不轻人无陷害啊，小人敬啊，这个无形的这种魔的加持力啊，很厉害啊。一觉得自己成就很高了，哇，对着大众说了，你们曾经堕过胎的婴灵啊，我通通可以帮你们超度。大家注意哦，哎，堕过胎的人一听怎么样，开始激动了，哎，假如佛菩萨都能帮我们超度了，他说都能超度到极乐世界去，那我们有没有判断力啊？哦，那都能超度到极乐世界，那我就不用修了，就帮我超去就好了，那还修啊？佛菩萨善知识把道理给我们讲清楚啊，修还是要自己修啊。请问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极乐世界心作心事啊，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呢、啊。那是自己修出来的。可是你看，我们这些理认知不清楚啊，我们还是那种情啊、情感啊、求快啊、依赖啊。一听到人家这样，哇，一激动了。那魔得其变呢、啊？教的老师教出来的人，都受魔的干扰了。啊，我有听过、啊、被带偏的人回来了。啊，因为那带偏的人说，只能听他讲啊，不能听老和尚讲啊。结果他说回来再听老和尚的经啊，听不下去了，受到太大的干扰了。哦，所以这一段文呢、啊，也是教我们判断的。啊，言不讳，色不昧。啊，当然判断，你看《金刚经》里面。这么多段经文都在教我们判断的。好，那刚刚举的有理的君子不会随便取悦于人、谄媚人，他心口合一，绝无暧昧求荣的态度。那能轻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啊，认识仁德的君子，啊，我们不要错失良机，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应该更进一步啊，亲近他们，啊，或尊为老师，或交为好友。在品德学问办事上向他们求教请益，我们自然能够改过迁善，有助于自己净德修业了。好，那这里我们也反观一点，我们遇到老和尚的经教我们是第一年的时候很精进的听经闻法，还是第五年的时候精进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第一年第二年一有时间就听，一有时间就听了。现在二十年了
20多年了，惭愧惭愧啊！现在刚好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个要痛定思痛啊，要出发心成佛有余啊，要回去了。但是问题，这是一个相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原因在哪？我们闽南话有一句叫“金庙畸形”，我有没有念错了啊？哦，没有念错啊！这一个佛寺啊，刚好在你们家旁边呢，你每天看，每天看，就觉得也没什么了。为什么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代表我们跟老和尚熟了那种恭敬珍惜啊，有时候不知不觉会变化。同样的，我们现在也有良师益友啊，那也不能因为俗世啊，这个言行变得比较随便了。所以《论语》里面说：“厌贫众，善与人交。”很会交朋友，久而敬之。越交往越恭敬。当然这个久而敬之的久里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它不是跟人交往一见到相见恨晚呢。它不会一下子就跟人家好像如胶似漆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梨呀，梨是酒啊，甜酒啊。因为君子他交朋友啊，他也要认识对方，这个是可以啊，广泛浅交的朋友，还是可以深交的朋友。我们要去感受感受啊，人成年之后，尤其你步出家庭了，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不是父母，很可能是什么？你交的朋友啊，生我者父母啊，成我者朋友啊，亲父善友，如雾露中行。就好像在这个早晨的雾里面行走啊，虽不湿衣啊，这没有说衣服湿掉了，时时有嫩。那个好的朋友，良师益友，每天一点点、一点点影响我们所以都是很有分寸、很理智的。交朋友那当然朋友交往过程这个常常把对方的好优点企鹅效法把对方的付出放在心上，那朋友就不会因为熟而显得轻慢了，反而会越熟越恭敬了。那不轻人无限害，小人敬百事坏。我们没有眼力看出谁是仁德君子跟仁者擦身而过非常可惜。但是认识了仁德君子而不肯把握机会学习那失去这个机会那渐渐的自己也失去自我觉察了，那就有可能慢慢交着这些不好的朋友了
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可能就慢慢沉沦了。好，好，那我们这个亲人呢，是第六个部分的。那代表我们前面学习，那我们是一个肯做到孝悌，又言行谨慎，讲究信用，谨而信，然后能够扩宽心量去爱众，那这样是很难得了。那又进一步可以得到良师益友的指导护念，那这个德业就不断增长。所以这个孔子有告诉子贡，这个是子贡问为人，这个为人应该是行人，子贡问怎么行人呢？那子曰，这个假如有《论语讲要》这个是在639页。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视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仁者。”子贡很可贵，他要去行人，问孔子怎么做。那像我们来讲，我们走到教育的行业，我们也希望去利益学生呢，这个就是行人哦。那夫子先比喻了，工匠想做好工作，必先使他的工具锋利，这是一个比喻了。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利益学生了，那工匠工欲善其事，要先利其器了。那我们现在当老师要去利益学生了，那我们教学的心态呀，教学的理念方法，我们都要积累好哦。那这个要主动的去亲近特别有爱心的老师啊，特别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啊，特别能活学活用的老师啊。那这样是不是让我们利益学生呢？更快达到了。不然我们自己还在那里摸索摸索，摸了很久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有利众的心呢，我们就会主动去学习，或者主动找一些资源来帮忙。就像子贡他要为人行人呢，他可能到一个地方去了，怎么做呢？孔子就指导了。好，你居在这一个国家里面，你要侍奉这个国家的贤大夫，然后要结交有仁德的人。你侍奉这个贤大夫啊，你可以随着他学习。那贤大夫他又有威望，他又有道德学问呢，向他学习。那交的朋友要交这一方的仁人志士啊，大家可以互相切磋了。那也只有这样啊，
人才能不断提升哦。哎，你在一个地方，你不去亲近老师，亲近好的同山道友，那自己可能就会退步了，那就更不可能去利益学生了，或者利益人民了。哦，尤其我们处在末法。偶益大师护念提了净色名四点，净土为归，持戒为本，再来是观心为要，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修了，再来是善有为依啊，处在末法要依众靠众啊。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呢、啊？啊，我们有好朋友，我们这个仁德之心啊，能稳住啊，能再进步啊，不然会往后退了。哦，那以文会友啊，文就是这些经典呢、啊。啊，所以跟朋友在一起，啊，不能这个。聊是是非非哦，啊，要不兴事语，要再争论哦。哦，孟子说言非礼义，我们所讲的话呢，跟礼义不相符合了，谓之自暴。啊，我们的行为不能跟仁义相应了，无身不能居人犹义啊，谓之自弃哦。哎，自暴自弃不是喝酒咕噜咕噜在那里烂醉哈、哦。哎，孟子这个标准也很有味道。我们在言语当中不符合礼义啊，行为 不跟仁义相应，会往后退的哦。好，我们这个世间哦。黄念祖老居士说：“进一退九啊，进一步，退九步啊，这是常态哦。啊，我们能够不退啊，在这个世间那是很稀有、哦。啊，怎么不退？哎，孔子这一段话就很重要了。哦，要有良师益友啊。”啊，视其大夫之贤者，有其士之仁者。好、哦，那这个啊，在当时候的情境就是，哎，你有贤大夫啊，他有威望啊，他有权势，他可以全力护持啊，又获得当地啊仁人志士的协助。那这个事一定办得成的。哦，那这个假如拉回来，我们当下，哦，每一句京剧的教诲可以拉回来当下哈、哦哎。那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呢，哦，哎，这个教学组长啊，啊、哦哦，还是哎。哦，我这离开学校太久了啊！哎，先哎，哦，这哎，教务主任，哦，哎，那哎，这个他就好像贤大夫是吧？哦，这个跟你同年级的这些老师们啊，这个就好像有其士之仁者。哎，那上层都很支持你啊，护持你啊，啊、哦，那这个所有这些同仁啊，大家都是啊，互相扶持，啊，哎，查到的资料、准备到的教材互通有无，哦，那就变成 teamwork 啊，团队协作了，啊、哦，那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们教育的爱心啊，越来越提升了。教学的能力
这些材料就越积越厚了。哦，那这个教学的路啊，就越走越欢喜啊，越有收获了。老和尚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在哪里享受呢？就在处世待人、生活工作当中享受了。那要形成这种氛围啊！我们不能讲到这里啊！我们脑子马上冒出来，那谁谁谁先呢？谁谁谁先呢？哇，那这个听这个刚刚这一段，可能就生烦恼了，对人要求了，那这个我就罪过了，都是啊自己先带动，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是没有身份的一个限制的，处在任何一个位置，掌握军机师的精神，都能达到啊，带动团体的一个效果出来。我跟大家举个例子，丁龙，大家有印象吗？到美国去工作啊。他的老板很凶嘛，终于有人点头了啊，当然没人点头也没关系啊，因为还没有21次啊，教学的人要自我安慰啊，自我疏通，好，所以这个。这些经典的话其实拉回来那个理啊一定可以在我们当前的事当中啊去可以啊做出来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工作经典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好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好，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好，免送，阿弥陀佛。好，大家，这个新春吉祥啊！阖家平安啊！好好休息啊，这个老师辛苦啊，好，再见。